因为爱，所以无畏年龄；因为爱，所以无畏时间。当马拉松融入一个职业、一段人生、一种生活、一份信念，那一刻，一切都将被刷新定义。全国第一个疫情之后的启动恢复的白金标赛事，二是在万众并肩，是热爱，助跑青春与成长，是热爱，激励坚持与勇敢，是热爱，赋予温暖与力量，是热爱，焕发绿意与阳光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这个时光雕刻的奖牌，是20年长情的对白。步履不息的跑者，是20年温暖的陪伴。爱拼敢赢的厦门，是20年深爱的沃土。现在我们就穿越海峡，带大家去鼓浪屿上看一看。暮鼓浪晨风，以一心向往，助全新起点，赴一场狂欢，为一世热爱。厦门马拉松，心之所向，爱之所归。